喂，你把我拉黑了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拉黑我？我想拉黑啊。我怎么你了？你没怎么我，我闲得慌呗。那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。我想拉黑谁就拉黑谁，你管得着吗？嗯？说话。不说话我挂了啊，以后别再联系我了。我们见一面吧。有什么好见的，不见。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找我干嘛？那总要把事情说清楚啊。说开之后你想删想拉黑都随你，你要不想见我我也不打扰你了，行了吧？行行行，那见一面吧，我待会去找你，就这样。谁家？哎，你怎么来这了？先让我进去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呀？你在找什么？说话呀，找什么了？哎，人呢？什么人啊？给你发短信的那个，我都看到了，叫你宝贝叫的那么甜，哎，他不是在你家吗？我发现你现在玩的挺花的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把话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那是我妈呀。你妈？你怎么不说是你爸呀？不信你看，是不是我妈？看清楚了没有？是不是我妈？那你妈电话你怎么都不存一下呀？现在骗子那么多，我不存很正常啊，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呀。正常，你别那么凶行不行啊？挺吓人的。是谁先凶的？是谁一进门就一通乱找的？你有尊重过我吗？我知道错了嘛，对不起，那不是误会嘛？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说。哎，你别走，有话好好说好不好？别推我。出去。